那种好好吃哦，真的我吃过。好，欢迎来到 Austin 的频道，接下来交给 Austin， 谢谢。我们现在要去吃虾脯虾脯啊，虾脯虾脯是算是台湾传过来大陆这边的火锅，然后听说没有海底捞那么火，但是也是蛮多人在吃，然后也是非常比较精致是吗？是，就是一人一锅，一会儿我们四个。对，但是他有自己一人一锅，然后我们应该会选不同的汤底，然后我们就看一下吧。走吧。好啦，我们现在已经到虾脯虾脯，给大家看一下，就这个。先讲。还行。然后他们这边点餐的方式是用微信或支付宝扫那个，别用傻傻的选调料，他会给你加的，就不选了是吧？就用微信去扫那个 QR code 就可以点餐，这样其实蛮方便的啦，就是你可以。然后它的锅底有咖喱、寿喜烧。你今天吃什么锅？清汤龙骨。我上次吃我觉得龙骨还不错，但我觉得我这次应该要吃一点别的。还有牛油麻辣、胡椒鸡肚、胡椒猪肚。啥？这个吗？对，他说这个有点塌。他说想给你换一个新的，然后让你拍出来他冰气怎么样？你不让吃这个吗？对对对。不大吃，所以我不敢点那个。这是啥锅底？清汤吗？清汤吗？清汤。那这个呢？这个是牛油麻辣。这个叫啥？这个台湾其实好像比较少看到。叫千张。这是豆腐皮。哦，豆腐。我们叫做什么？千张。嗯，千张。虾脯虾脯本来就是一个快餐火锅，就是相当于。就你平常吃火锅都是一大堆人去围着一个大锅吃，但虾脯虾脯就是一个小锅，然后坐你旁边的人有可能你都不认识。是吗？我认识你。反正就是这家店整体好评，谢谢大家。好的。这边感觉比北京的还要先进很多。开着的吗？开着的，是啊是啊是啊。然后你这个点，没事。黑屏，我以为没有录。我们刚才已经下单了，然后我们去看一下它有什么调料。啊，怎么了？那你啊，主角在南方火锅店好像是这样。跟贾一健。上盖饭。对，这是店里的。这里的。对。那个，店主。所以这面到底是谁的？这面谁的？算了，就吃了呗。好紧张。没有，其实就是开玩笑的。周一有下面的猪肚，周一有在汤底。周一我们都有过猪肚，猪肚。我们周一都有课，非常不是只有先生，咱们会经常在一块吗？哦，我们觉得三个人关系挺好的，没有。没报什么羊肉，看看还是挺好的。天阳都打算每天来我们吃这个面，还有三种口味。我就觉得可能发出去，当时别人印象不好。啊，对对。我们来尝一下这个面。哎，这面什么口味的？就跟我们锅上一个。这个应该就是三种菜蔬菜汁哦，三种蔬菜汁，蔬菜汁拌的嘛，我们来试一下，肚。哎，你是什么时候开始说肚的？你想一想啊，我忘了啊，我知道你今天一直在那边肚肚肚。我说的不标准吗？标准标准。我这么正经，嘉伟捏造事实的能力完全超乎我的想象。绿色的面，他刚看起来，我刚以为那是灰色的。
这应该是某种蔬菜的。菠菜汁，菠菜汁先生，先生是菠菜汁，你尝一下。我在北京吃了点什么火锅，很好吃的，非常有嚼劲，真的很好吃，真的很好吃，这个面真的好吃。奶茶火锅，一半是大油，一半是奶茶，直接就是个噱头，一点不好吃。奶茶，我也觉得，如果我们食堂的面有这么好吃，我就每天吃面。我做的不好吃，我说食堂的面，我是问你啊，我做的不好吃，你做的好吃啊。我脸上，Are you crazy？ 跟台湾的作品不太一样。You bitch。台湾的豆皮不长这样，台湾豆皮是那种炸过的，它油炸这种，哇，这么油，那种好好吃哦，真的，我吃过。为什么台湾会说日语？不是说我在新闻上老是看说日语，应该是因为台湾被日本统治过，以前，所以老一辈的他们会说日语啊，他们还会说日语。对，老一辈的。葡萄牙是在郑成功之前是在台湾。哦，那是我记那葡萄牙是澳门。是，那不郑成功打退的，郑成功打西班牙，西班牙反正是个牙。西班牙的台湾，葡萄牙的。哦，郑成功之后是清朝。郑成功打退的是西班牙人。荷兰。哦哦，对，荷兰，对对，西班牙，荷兰。你们非说有个牙，是我的历史学的什么呀？这是。是。走呗。好，已经复过了是吧？复过了。如果大家有来大陆，可以推荐你们来试试看呷哺的火锅。OK， 那本期视频就到这个地方。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，记得订阅、按赞、分享我的频道。那我们就下次影片见啦，拜拜，拜拜，拜拜。